就一直没放出来过，有20天了嘛。咱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比较好，把虎妞呢放出来，那个遛一遛啊，顺便呢让大家看一看20天的这个小幼犬啊，来吧。慢点，虎妞。看看啊，虎妞出来这个就玩美了啊，可惜。这个虎妞的那8只小幼犬啊，就是这个 Peter 跟虎妞生的啊。等会儿咱过去看看虎妞的孩子。冲我凶什么？啊！你这咋把球弄这里边了，虎妞？啊？这一个球都是虎妞的玩具了。我给他拿出来吧。先让虎妞在这先吃点东西。虎妞，别扒，让他在这吃点狗粮，咱去看他的小幼犬去。慢点吃啊，虎妞啊！啊，今天的这个天气啊，特别的暖和。等会儿把这个小幼犬啊拿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20天的这个小狗崽，就是 Peter 跟这个虎妞的。然后呢，20天了，咱等会儿呢，顺便呢再给它去下头，第一次吧，给它喂这个驱虫药，先把它们拿出来。这会儿阳光正好呢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8只小狗第一次出来啊，现在今天是20天了。哎呦呵，大部分都是虎皮的啊，6个母的，2个公的。哟，跑出来一个。这个刚才拿的时候还在睡觉，他们以为这个让他们吃东西，估计是。别出来啊！先给他们喂这个驱虫药啊。这是一条小母啊。别乱跑啊！
这个是一条小公。这个也是一条小公。这是干母，第五条，这是小母啊，这个虎皮颜色比较浅。第六条，第七条，哦，最后一条啊，黑虎皮。好哦，好了，这个第一次让它们放出来，不能时间太长了，晒一会儿就可以了。啊，有喜欢那个普雷萨加纳利犬的朋友啊，可以关注我一下。啊，有什么问题的，咱就共同交流啊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走了。回窝了。